即马即国内农业啊，农地杀讲吼，卖野即农药啊。啊，毋过咱也知影讲，即蔬菜水果无野农药啊，即农作物可能就较受到即病虫害。即马伫台东的即农业改良场啊，研究出来讲吼，有一种太阳能的即掠虫的掠虫器，伫下暗嘛开电火来掠虫，讲省钱效果够真好。可以维持4到5天的电力。这种打摕到国家专业太阳能热汤器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用风扇吸热，另外一种是用水来烧危害农作物的虫。设计简单，利用太阳能板发电，决定地来储存电力。电路板设计有定时晶片，在暗时自动拍开电火，烧去公司野类的虫，被围困在热汤器的房啊，也是水内边，可以自然死亡。不过这项研究却是用2年时间，因为要找出啥大部分危害农作物虫的根线铺断，需要在产地内边进行长时间的。光要一个特定的波长，波长它才会进来，所以我们用的黑紫色灯，它的波长是可以诱引这个蛾类的进来的波长的哈，它被诱引进来以后，就到水里面就会溺毙。目前的试验也发现，太阳能热汤器当掠到危害感染类先天牛加危害蜥蜴等风果实验等，而且一家地照射太阳能热汤器，就当有效发挥功能。另外，使用期间也达到5年左右，当中开销可能需要600块，也不需要付电费钱，甲比农药来比是更加安全、更加环保，又可以当符合不同农药的需求。台东农改场已经把技术转移并改良善，和国内不同农业的经营管理，搁再增加一个好助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